专长这件事吗？什么意思？就是一个人一定要有专长，像是您的专长是……我到现在还不知道我专长到底是什么，你知道吗？哎，你想想，因为我田径也会哦，我扯铃有执照哦，我还有跳绳教练的执照，C 级裁判足球的执照，你会不会这样讲？还有游泳、篮球什么都有，所以我这个人就是什么专长都有，但是都不精。我跟你讲，今天的学生，他们每个人的专长至少有个五项跟你 PK， 这么厉害，真的吗？对，好，那跟我可以媲美了，可以，好吧？你们这边学校是？好，今天欢迎的是葫芦国小。今天先登场的是葫芦国小体育班的同学，运动神经发达的他们，对于游戏也是很拿手的哦。我们是葫芦国小体育班，嘿。国小是在哪个地方啊？在台北市士林区。石先生是老师吗？老师，老师是不是也是教体育的？是班导师。班导师，我的专长跟你一样是扯铃。扯铃，真的假的？对对对，我们同行啊。来个蚂蚁上树，我们的一二三，哎，开始，一起，众星拱月，众星拱月，哎，你不是哦，你不是。好了 ，OK， 欢迎你们，欢迎你们，好好玩，好好玩。我们彩虹队这边是福星高中的福星国小，欢迎。今天第一组强敌是福星国小田径队，不管考体力、考平衡、考协调度，各种游戏都难不倒他们哦。福星田径三项棒，哦，田径队。福星田径耐力强，哦，烈日下雨我不怕，哦，我的奖金笑哈哈。福星田径三项。想到田径真的是我专长中的专长，真的吗？本人民国84年全国中等学校运动会跳远 ，champion。真的假的？等一下，没有，我现在只是在管了，没办法跳，好不好？别再叫我跳了，好不好？第一回合走。老师点点名，游戏规则说明。每队包含主持人，各派3名代表出来对战，每回合各6人。主持人会随机点人数，点到多少人数就需站起来多少人，但必须依顺序站立。若点到没站起来或者误站的同学，即旷课一支。同一人达3次旷课记录，该队即算失败。第一回合大家来暖暖身了，好不好？老师点点名 ，OK， 我们这边派出的是草莓小姐。好，第一回合老师点点名，预备，开始。明明3名怎么会少一位？旷课一次，旷课一次，好不好 ？OK。旷课3次，另外一组就会得分喽。好 ，Round Two， 音乐。老师点点名啊，学生有几名啊？2名。有。3名。有。4名。有。3名。有。2名。有。4名。旷课一节，对啊，不好意思啊，是我们班主任在帮他们管的。对，班主任，我是班主任，我还是家长会会长。Round three, go， 大声一点啊！嘿，老师点点名啊，学生有几名啊？4名，有。3名，有。3名，有。2名，有。2名，有。1名，有。3名。4名，有。4名，有。隔壁同学，该上课要上课，好吗？难道今天葫芦国小要翻身了？好，好，不错哦。运势不一样。
唱。Round four。老师点点名。嘿，学生有几名呀？三名。要。三名。要。四名。要。两名。要。四名。要。三名。要。三名。要。很好。两名。要。三名。要。两名。要。四名。要。四名。要。你是想我念越快，反正你就一直站就好了，是不是 ？OK， 恭喜你毕业啦！好，第一回合呢是我们的葫芦国小，咱先得一分。第二回合，我要上场。有个人很有信心的坐在那里。哦，对，我只剩信心了。剩信心吗？对，我膝盖也不行了，我只剩信心。而且你的背心好像真的看起来比较紧哎，很包。二十四号同学，你的背心很包吗？同学，同学，我穿救生衣可以。好了，同学们准备好了吗？好了，好，加油喽！老师请。老师点点名嘛。学生有几名呢？三名。要。两名。要。两名。要。听枪声吗？要很那个哦，好，专注，专蓝队加油，好不好？福星同学，是，啊，好的，刺激喽！老师点点名啊，学生有几名啊？四名，要，三名，要，三名，要，好纠结啊！我们，你，好纠结。你要抢镜头不是这样吗？你连续三次都有事。好了，没关系，就是要上场。喜欢比较重的感觉，所以要三张。我好不容易有那么好表现。哎，你说真的难得，你真的很厉害。我好不容易膝盖还没有在痛，对不对？好了好了，好吧。好，这个单元。第一回合呢，葫芦国小获胜；第二回合呢，又是葫芦国小获胜。是。所以这一回合呢，葫芦国小得分。福星田径队，请加油，好吗 ？OK， 马上进行下一个关卡。天才小钓手，游戏规则说明：参赛者在嘴里叼一根吸管，当作临时钓竿，利用回纹针当鱼钩，钓起杯子上的球，再放到远处的杯子上。限时六十秒，看能放上几颗。两回合成绩加总较多之队伍得一分。今天派出的是我们红队派出的是守人，还有守人成语。守人，你是专长是什么？跑步，跑速度那种还是跑耐力的？跑耐力的。跑耐力的是，你最远跑多少距离？十公里。那我们这位同学呢？成语。你平常是做什么？跳绳。好，我们福星国小的派出是名字很特别的富宇。富宇。对，好 ，and 我们另外 ，and 我们的佑轩同学，佑轩，对他们有自己的专长，说说你的专长是什么？跑步啊，画画。跑步跟画画，哇，那等于燕京跟燕府的结合嘛，是，能文能武，对，对不对？很厉害，那你呢，佑轩哥？跳远跟跑步，跳远跟跑步。你的衣服为什么特别的不干净哦？你练习比较认真的，练习比较认真，哦，对，好，第一棒请就位，准备好了没？好了。对上我们的田径队，请倒数三二一，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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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加
有再放上去就是好玩而已。我很紧张，好，很好。来，我们算一下成绩。我们来看一下，红队的是一二三三个球。好，葫芦国小三个球，我们的福星国小。福星一二两颗球。两颗球，第一回合两颗球对三颗球了。第二棒要加油了，好吗？加油，走。同学准备好了没？好了。加油啦！这个比赛的气氛，我太开心了，真的有激烈，真的，我们国小真的不是来玩的而已，我们也不是来玩的而已啊。哦，那你们慢慢玩，慢慢玩，来来看看成绩，看看成绩。好，草莓队的是一二三四四颗球，四颗球，福星国小一二三颗球，刚刚我们是三颗，再加四颗，总共是七颗，那你们是三加二等于五颗，五颗，所以总共是五对七。恭喜葫芦国小再获得一分，下一个关卡走。超级偶像游戏规则说明：每集会有两位关主出题，唱出耳机里听到的歌曲，再由两队合作在白板上写出歌名，猜对较多歌曲之队伍胜出。风靡全球的超级偶像来了，没错。OK， 这两位呢是我们非常非常受欢迎的偶像歌手，真的，两个都已经开始在收歌了，人气超高，下个月可能就要开始发唱片了。真的可以请合集吗？你可以帮我们签名吗？不行。小卷，你知道你今天扮的是谁吗？王子。王子？哪一国的王子？欧洲。欧洲的王子是不是？所以你今天是有气质的王子吗？有气质哦。啊，那你可是人家说你一直笑哎。你有没有别的笑法？你可以告诉我们。来，那我看，有气质的笑，有气质的笑，来，有气质，预备，开始。有气质，那没有气质的笑。哦，有一点不一样。有不一样，有没有没有？那想要上厕所的笑。没有理由的一直笑。好，都可以分辨得出来了哈，都分辨得出来。好 ，OK， 那么你乔治亚，最近走在路上有没有人认出你来？有哈，在学校的时候有没有人跟你要签名？没有。听说学校的会不会常常迟到？哦，你会迟到啊？我不会啊。哎，我发现你怎么这礼拜牙齿又少一颗了？坏牙了吗？你的牙齿呢？没有啊，没有，掉了。掉了哈，我们先让我们这位的男士先好了，有他举手了，好，他举手，明乔治亚帮我们休息一下，交给你先了，好，你先了哈，好，第一题老师，请出题。如果是鬼，怎么是一说是天？嘿，谁是谁的？谁是谁的？你都不想听谁？哎呀，谁是谁？把听到的答案写出来。知道哦，好，应该全国观众都知道了。全国。三出三呀，对不成三岁。哦，三出三间在北野，爸爸爸爸背了。哎，会唱一起唱好了。会唱再一起唱。好 ，OK。好，非常好，这应该是不用思考了，请翻牌。三天三夜。我因为之前我玩过游戏，有人写四天三夜，但是看你要去哪个旅
行团玩吧。对，四天三夜。不小心把旅程写下来。这个完全没有质疑的，老师给我答案。唱歌。答案就是三天三夜。这题接下来是不得了，不得了，很有名的法国歌，因为它是来自于欧洲，对，它是欧洲来的。第二题，老师，请。祝顺顺当真，顺的能当真。顺着冬天坐车，顺路不堵门，顺路多多真，真的有像霸王的真。顺路不为你走苦受难，你顺顺的安真，顺顺的难真，顺路的真真。你卖过去玩一下啦，可以，大家都知道了。可以可以，真的进步很多。好，答案给翻出来，一二三，翻牌。哦，算什么男人？算什么男人？答案是什么？算什么男神？老师音乐。恭喜，算什么男人答对了。好，下一棒，你乔治亚。好，小姐小姐来。粉丝们请注意了，米乔治亚要唱歌了，第一首开始。其实我参加你都要多去谢谢，研究最久一天，所以却全都到圆圈，所以我一定得是我是人，所以都是人，就你有的是人一边，有时会久一天，所以却全都掉上天，你要究竟只是我的要谢谢。好 ，OK， Very good， 非常。数到三，请给答案，一二三。哦，没有，厉害啊！对呀，而且他们就是刚刚这样听法文歌都可以猜得出来，我都完全听不出来。我也是。老师，答案是。真的没。你们应该是不会的。好，难了难了。好，米乔治亚靠你了，好不好？不要唱太好。对对对。预备。随心一点。200万的粉丝注意，开始。等在我身边，我才看得见。哎，看得见哦。可是不是你。哦，腿我们腿之后，在密切的确认，这是不是那？我想你应该唱也够了，真的。那些的是你啊。好 ，OK， 可以。好，提示是个儿歌，是个儿歌，是大合唱，是大合唱的儿歌。要不要改答案？要改，那你改。老师，5秒钟之后给答案，5秒，这计数开始。要不要改？好厉害，我都听不懂。数到三，请给我最完美的答案。One, two, three, go。可惜不是，可惜不是你。你们两队紧咬的对方是什么意思？真的。答案到底是什么？老师，这比较漂亮。闭上我双眼，我还看得见。这比较。可惜不是你。掌声鼓励。太厉害了！能够说出这个 MV 的男主角是谁吗？ MV 男主角是谁？在现场的一位男生。那该不会是最帅的主持人郭富城先生吗？绝对不认识。没礼貌。最帅的主持人郭彦均答对了，好，你这一分记在我心上，好吗 ？OK， 好，偏心啦。这一次呢，这个礼拜呢，非常开心了哈，4题大家都答对，对，所以大家都各得1分，好吧 ？OK， 葫芦国小目前分数是3分，福星国小的分数是1分，所以是1比3，葫芦国小暂时领先2分。
欢迎两位跟我们一起录影了，好不好？好，马上进行下一个关卡。快手叠叠乐游戏规则说明：桌上备有长条积木及一双长筷子，参赛者需将积木夹起，直立站好，一个接一个的往上堆叠六块，并停住三秒，六十秒内最快完成之队伍胜出。快手叠叠乐 ，OK， 我们葫芦国小派出的强棒是。我们的小晴以及我们的来文晶，我跟你说他们两个很厉害。怎么说？我刚刚有问他们说怎么样的人才可以练田径。哦，你告诉大家怎么样的人可以练田径？就是跑快的人。哦，那是当然。那什么样人可以练篮球？就是跳高的。是，我刚刚有问说啊，像腿一定要比较长吗？哦，像我这样可以吗？你这样的话应该是铅球之类。为什么？因为应该是感觉蛮有力的。而且啊，他很厉害哦，他是花式溜冰的多少名次？你说说看。全国第一。那我们算同门嘛，我也是全国第一，你也是全国第一。失敬失敬。你是什么全国第一？跳远啦。真的吗？真的，我骗你。84年嘛，民国八十年。20年前呢。你开心了吧？我不会。好不好？你说的花式是要跳舞吗？还是？就是会跳起来旋转，或者是直接这样旋转。哦，真的假的？那你可以在这边徒手旋转一下吗？可以吗？基本的动作练习。预备，加油！加油！花式溜冰一圈跳。那我们的文晶呢？专长是什么的？跳绳。它有个特别的地方是，它是台语演讲的名次很高。哦，台语演讲。对。是跟家里人都说台语吗？没有，我完全不会说台语。是不是他不会说台语，可是他却得到了第一名演讲比赛哦？那不是很怪吗？对啊，为什么？我不会英文，结果我英文比赛第一名，为什么会这样子？看他的音什么，然后把注音写上去。哦，你是用注音来去学台语的？对。哦，好啦，不错啦，恭喜你。完全不相信。好，我们这边。好，我们派出来的是薛定几页。薛定几页的。好像一个日本人名字。大家都叫他薛定几页，为什么？因为景跟叶。这个字念什么？好好嘛，你告诉大家你的专长是什么？臭屁。好，你的专长是很臭屁，怎么样臭屁？可以臭屁给我看吗？现在，臭屁给我看啊！你比寡高多厉害，来啊臭屁啊！还好嘛，快点说。老师，他真的臭屁吗？他的屁真的很臭。那不要，那真的不要。那你练什么的？垒球跟铅球。垒球跟铅球，那在丢的时候如果。会比较远吗？有喷射效果？没有。那我们这位的善云呢？这厉害了，善云呢，他做了很多很多很了不起的事，你要不要自己说？我三年级升四年级那个暑假有去跟家人去骑脚踏车环岛，然后也有去爬过玉山。爬过玉山哎！哇，当你们家小孩很硬哦，很辛苦，很硬哎。我们今天要参加的是快手叠叠乐，我们遇到的困难是筷子很长，很难夹得紧，需要非常用力才能夹住，所以我们的解决方法是把筷子拿直的，这样夹得比较稳，希望我们能成功，加油。准备好了没？好了。请倒数3 2 1
很明显了，对，两边都没有办法叠到六个，是不是？对，玩一玩都没得分。还有这个，你知道，你有方法玩，好像厉害喽。然后呢？然后呢？用手。然后第四个，你的方法是什么？你也在看静音吗？第一关都没有人得分了，接下来拼第二个了。只要先排上六个，三秒钟之后立刻拿分数，好不好？好。下一棒 ，Go。准备好了没？好了。加油。请倒数。三。你再来，再来，再来，我试试看，看可不可以成功。试试看，试试看。加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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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成功应该也不算吧？对啊，成功应该也不算吧。动。我们要掌声鼓励。示范带，示范带，因为你们已经超过一分钟了，是有可能的。对，好不好？时间不够。好，这一回合两边都没办法得分，总成绩1-3，葫芦国小继续暂时领先2分。下一个关卡有可能会反败为胜哦，是什么？是什么呢？来，环环相扣，游戏规则说明。六位参赛者嘴咬木棍，由第一位将圈圈放在架上，利用木棍叼起，依序传递到第六位，并放到终点的架上，再叼起第二个圈圈回传到第一位。花费时间较少之队伍可得2分。掌声鼓励。接下来这个单元是环环相扣，如果赢的话可以得几分？2分。好的，葫芦国小你必须要守住这2分，如果被人家超越的话平手。有没有信心？有，把你们最好成绩表现出来。我也不想问你们最快多少了，你们只能超越，只能超越，好不好？来问一下，最快成绩多少？最快成绩我不知道，但是我们一直相信，只有自己才能超越自己。哦，哇，哎，果然是教练哦，老师也是有参加直销哈。只有自己才可以超越自己，没错。葫芦国小环环相扣，准备好了没？好了，请倒数。3, 2, 1, 加油！加油！哦，要看准哦！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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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成绩是38.98，这个已经创下我们这个赛季以来最快的记录，恭喜你们，已经一脚跨过我们的冠军门槛了，好不好 ？OK， 好，攻守交换。我们今天要挑战的是环环相扣。平常在学校练习的时候，差一点亲到别人的嘴巴。经过多次的练习，我们终于找到诀窍。我们的诀窍是两个人的高低要差不多。这一次的挑战一定会成功，
加油！希望你们能够跨越这个非常高的门槛，好吗？有没有信心？有。福星国小环环相扣，请倒数。三。我只能说两队的抗压性都非常的厉害，是的，你们一定非常的惊讶，这个成绩非常可怕，成绩是37秒16。我们现在的成绩已经变成3-3，战成平手。葫芦国小刚刚从天堂到地狱的时间只有5分钟了。马上进行我们的 PK 赛，手忙脚乱。手忙脚乱，游戏规则说明：两队各派一名代表，同时在4只手脚绑上计步器，在限时20秒内使尽全力晃动，最终统计总步数，最多者获胜。手忙脚乱，是的。小卷，激动版的手忙脚乱，预备开始。开始。啊，时间暂停。十。好 ，OK， 好。非常的标准。当时间一停的时候，两位都不要动，也不要去看自己的秒数，也不要看自己的数字，有没有问题？没有，没有哈。OK， 手忙脚乱20秒，请倒数。三。我们来先来看一下我们福星国小的成绩，右手好，右手56，好，左手50，好，右脚96，左脚54，好，你可以放松了。葫芦国小好，我们现在确认他的左手开始，左手8，咦，右手51，左脚95，右脚94。好，成绩公布，葫芦国小的成绩是，葫芦国小总共248下，福星国小，福星国小256下，恭喜福星国小获胜。竞争太激烈了，施老师会有个疑问而已啊，为什么会有8？对，因为我们这个机器，你一定要摆到固定的幅度，它才会计算。因为你如果太小的话，它是侦测不到的。哦。不过你们表现真的非常好，先为你们掌声鼓励。掌声。都很厉害。恭喜福星国小获得10000元的奖学金。马上进行我们的电流集集棒。恭喜福星国小获得10000元奖学金，接下来呢，派出的这位同学要来捍卫第二个10000元奖学金。你现在多高啊？170。170？没有哦。哎呦。有。你们两个。放松。比赛要放轻松，好不好？放轻松。有把握吗？有把握哈。好 ，OK。准备好了吗？好。电流集集棒，请倒数。3、2、1。快点，走很稳哦，稳住啊，稳住，可以的，要经过第一个风车了，真的很厉害，呼吸，跟着他一起呼吸，可以的，大家对你很有信心哦，了不起哦，慢慢来，这边小一点，慢慢。好。
突破我们本季的记录了，我们的本季记录在这边，结果你在这边差一点点，好吧？恭喜福星国小获得10000元奖学金。我们也恭喜黄文彤。